想请你把您的车送阿凤啊。这我也不敢当。对对对，累了再说。坐上那台，你说。哎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什么？没力了吧？你太屌！烦死去！你蛇没力啊？再猛，再注意点。不会放的，他不会放的，你打也没用。不不不不，小心！大哥，大哥，好，尾巴，尾巴，尾巴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打开。没事，他反正没毒的。你压头就行了，你压他。行了行了行了。鞋子啊，那个那个。不要背零零了，要。放。他不放啊？他不放的，太厉害了。有人就在。好的。哪个？有人就是。你都被压住了。住口吧。给我抓好了，你都被咬着了，我都咬得行了，肯定被了，被咬了好多口，被咬了手啊，被咬了好多口，哎呀你这是手术，没用没用，好的，你抓的时候啊，卡住他脖子他就松了，对，我的卡脖子，卡脖子啊，还有啊，没有卡脖子，卡脖子没用，不要提他，对，卡脖子，他不是没用啊！怎么了？我怕。谁怕什么呢？我怕这个软体动作。猛的一扯。要啊我来拜你的嘴。你可太猛了，他刚才。你慢点，不被死了，咬到手了。没有，这蛇是没毒的。我怕不要被肚子咬的，被牛牛咬的了。不要走，不要你，不要算了，把蛇搞死。他肯定死了。搞死再丢掉，给牛牛守着。把鼻子捏住。没用。没用，他嘴巴的牙齿是空的。这个人超贼，多贼真的。造起。来来来来来，松手松。松手。全部松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个有人发呀我。让开让开，站开！你们不要开火！没事，没事。他用他的牙齿里面去了，知不知道？他的牙齿已经进去了。这手被他踩死了！你死了！你这样追过去，我一脚把他踩住刚刚。没有，就把牛咬了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事。如果是狗吃的话，把牛牛牵住就是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被咬了好多口。没有狗，狗自己会找他的。那就攻你。好臭，住手！现在他的两个牙齿，腥味是吧？他的那个，这旁边好多蛇的，有个谁？好几条都是蛇。